我们代表了这一代呢人，反正从第一代独生子女开始嘛，我觉得我们曾经有很多想法，是那种就是希望有一个完美的空间或者无限的空间来，然后觉得那样才能来创造一些东西。但是经过一些年的思考，还有在音乐的这种推敲磨练啊，然后我们觉得就是需要把这个态度变得现实或者是更真实一些，就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谁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谁就是最精彩的。那么这个像比如专辑的第一首歌叫《求和世界》，先解释一下我们的生存的地方，就是求和世界嘛，在地球上的盒子就是我们的房子嘛，是吧？在这个拥挤的地方，如果你能创造出自己的价值，就是一种精彩的，你的人生就是非常精彩的。然后像更好的 TV show， 就是说觉得我们想去个新的地方，需要换上新的衣裳，这样怎么来改变我们的现实？就是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那么我们需要更好的教育，你觉得我们应该创造更好的 TV show， 就是这样。第一首歌，更好的 TV show。
风格我们一直是就是喜欢尝试没有做过的音乐风格，或者是喜欢尝试就是自己就是很我们喜欢尝试新的东西或者是没有玩过的东西，然后我们也非常敏感的可以看到我们老的作品中缺乏的东西，所以在做新的作品的时候，我们会就是会有很多新的冲动啊，感觉也好，或者是可以挖掘的这种音乐的理念嘛，比如从学术上来说，就是从音乐的这方面来玩，然后包括歌词都是就是我们可能很少用歌词真正解释清楚一些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习惯的还是用歌词就是作为散文诗一样来宣泄自己的一种情绪。那么包括做这张新专辑也是写了一些文字放在专辑的这个封套里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严肃的东西来收藏起来，那么读一读，然后真正的来了解一下脑浊，那么作为听众呢也可以在读完这些文字以后呢也可以更好的了解一下自己。每一个现代的年轻人都应该有他自己的理想，知道我们要唱什么吗？会唱的话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我们漫步到了理想的新街口，
也不算待过很长时间，就是以前去过很多很多次，然后每次去的时间也比较长而已吧。然后国外其实它的音乐氛围和国内，现在我们有这么多音乐节，虽然还不够，但是我们已经有了几个大的音乐节定期的来办，其实这个氛围是一样的。那么所以呢，我觉得国外就是第一，你的音乐要就是不要超出他的这种，我觉得都是一样，就是音乐，把音乐做好。就是如果你是中国乐队在国外做的话，就是你有，比如你有五个，你就给五个就可以了，不要说是因为站在台上下边都是，就在国外啊，在其他的国家，不要说站在台上说，哎呀，我是不是有五，我非要给到十，给到六，就是这种给一些自己没有的东西，我觉得这个并不现实。就是你有，你是什么样，就告诉他你是什么样就可以。准备好了吗？
国的摇滚状态我觉得挺好，就是有很多乐队，然后也有定期的音乐节。那么怎么说呢，需要下功夫的就是乐队在音乐的创作上还有歌词上面，我觉得每个乐队都需要，我希望每个乐队都可以下很大的功夫。而且尤其是我觉得就是在语言上，这种中国话应该好好的来做，歌词的这种中文的比例，还有这种中文的这种魅力，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嘛，所以就是说要玩出这种咬文嚼字的这种感觉来，才我觉得才有真正的意义。其实我不知道中国的摇滚是什么，但我只是希望就是说中国的摇滚乐可以继承一些中国的传统的文化，或者是起码是自己的文字，这样我觉得会很有意义。对，给了我们今天这样现代化的生活。我们都是神枪还是就是就是怎么说呢，还是其实我其实并没有看到一些制约中国摇滚乐发展，就是我知道肯定是这个空间比较有限，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空间它制约了中国摇滚乐的发展。
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因为我们在中国，所以还是应该利用这个中国的这个空间的本质来做出一些精彩的东西来。那么如果做出来的话，我觉得它是不会被这个空间所限制住的。新专辑叫什么名字？金香。金香。Global move on massive scale, the million plus force you gonna exhale. It's a made in China, buy it and for sale. What do you care? What do I care? So in the box, what you gonna do? The world is watching and waiting for you. The time is now, and here's the crew.I'm a broken bow.
heart is watching, waiting for you. The time is now, and here's the crew in the place to be. We're coming from the east in the place to be. We're coming from the east in the place to be. We're coming from the east. 从东方来的孩子。我认为这个摇滚精神就是一种应该是一种非常真实的，而且是非常有力的一种太复杂，我操！你这个太笼统，摇滚就是我觉得摇滚精神应该是非常一种非常真实、非常有力的、非常有力量的一种精神或者是感觉。对，其实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就是我觉得也是。其实摇滚乐很简单，就是弹吉他给别人唱首歌，那么咱们就真正的找到那种感觉，发自内心的非常雄性或者非常磁性的，拿出内心的这种热情来把你眼前的这些观众感动，这就是你们所要做的。献给所有的最时髦的受到伤害的女孩们，爱的急救车。
国内比较好的摇滚乐队，我觉得其实真的非常多，像那个我当然就是我们的上一辈，就是比如崔健老师，肯定我想推荐。那么既然我们都是年轻的了，那我们就推荐一些年轻的。我觉得比如说那个 PK 十四啊，还有这个重塑雕像的权利啊，这是一种我希望可以推荐。还有一种像这个有一个乐队叫这个 Carsy Cars， 还有这刺猬是吧，还有一个流行朋克乐队叫这个额定功率，还有这都还有 ISKO， 他们我觉得都挺有意思挺好。其实我现在对比较就是另类，刚才我也说的那几个乐队，我就是对这个音乐风格比较另类的，也不是后朋，就是我觉得比较我管那个叫另类，就是其实我不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些比较有价值的音乐，怎么说呢，也是但是我倒觉得，比如说瑞王坟儿，我倒是可能他们解散了，但是他们解散之前，我也跟他们一起演出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做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点可惜，对，有点，因为他们到最后解散之前，那时候他们，我觉得他们的编曲还有演出的那股劲儿已经到位了。如果是可以再玩下去的话，我觉得是应该是，就是我就觉得是以。应该可以帮助他们去玩更多。
爱上了摇滚乐，就请你们让我知。I'm so sorry.